都飆埋啦已經。歌名奇異恩典，我真係好中意嘅歌名 ，OK。今日好多謝咁多朋友，因為有啲朋友咧真係三年先見，亦都好多我屋企人咯。咁基本上嘅恩典喺我角度就話，唔係因為我畫得幾多畫或者做一個畫展，係一個場合裏邊，我可以喺依度見到我屋企所有親人今日嚟曬，所有朋友，亦都我好多老師有啲朋友咁樣。呢個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大好大嘅恩典。作為一個初入行嘅畫家，其實係我會相信畫畫，唔需要講太多嘢，講太多嘢，你畫畫得唔好係冇用嘅。所以我諗住唔講咁多嘢啦。但有啲嘢唔講係唔得嘅。我想請明謝嘅朋友 ，OK？ 明謝嘅係。多謝今日出席嘅畢志容老師，David， 我平時叫佢 David 噶 ，OK， 同埋有位生人啦，以往我叫佢 Stanley 嘅，咁啊，真係好耐太耐冇見啦 ，OK， 多謝曬出席。咁另外咧，有啲朋友咧係第一時間咧，我話我想搞畫展啊，佢話第一時間幫我推廣嘅 ，OK， 雲峰畫院嘅 Nick， 嘉畫藝廊嘅 Kelvin， 咁另外咧就係 Invision 嘅 Chris Lam 同埋 Janet。Legacy 嘅 Peggy、Ella 同埋 Eva， 咁另外有 support 嘅咧就係阿 Jesse、大 Jesse、細 Jesse、Corosito、阿 Way、阿子玲、Bonnie、Eric、May Mac、阿 Jenna 同埋阿 Simon， 唔係532嘅 Simon， 咁仲有好東西嘅 Dillis。另外今日嚟幫我做 support team 嘅咧，仲有係阿 Tommy、Hugo、Thomas。另外拍片的Billy cameraman 係阿 Mark、Alex 同埋 Bill， 多謝嘅唔多 ，OK， 仲有好多朋友可能我 missing 咗噶，咁啊，全部人今日出席嘅我都多謝你一聲先。咁啊，另外就係、我啲畫咧，今日你雖然睇佢冚住曬，其實我唔係即係故作神秘啊，因為我想話俾你聽，對我嚟講好香港，好香港唔係啲畫嘅表面，係個畫嘅題目。係有迎難而上，有啲係互相守望，這個對我嚟講係好香港嘅精神，所以我冚住曬係俾你睇。其實畫展開始咗係睇個 title box 嘅，睇完可能走得㗎。OK， 咁啊呢個畫展咧，不常有一次喺我寫字樓就話喎，佢話咁點解需要搞巡迴展呢？咁我嗰時其實答唔到㗎，我以為係畫好香港就每一區都俾多啲朋友去睇啦，咁啊應該係做到嗰個效果啦。咁而家我答到嘅就係、是，不常我係啲畫其實未畫完啊，咁嚟緊嗰啲咧係一路會有新嘢咧，所以每一次都應該會有少少唔同噶，咁樣啊，所以跟住嘅畫展第二個地方會係中環嘅視覺藝術中心，二月嘅喺呢個文化中心，三月嘅係石劍美創意中心，然後跟住咧六月左右我會去東京。跟住八月翻返嚟藝林，而家暫時個 planning 係咁樣啦。OK， 咁啊希望有朋友嘅繼續可以支持，或者叫多啲朋友嚟支持去睇呢個畫展。OK， 咁啊最後想講咧就係話頭先你入到嚟所有朋友咧，你入嚟嗰陣時咧好輕易噶，冇人攔你噶。你出去嗰陣時咧係有一個條件先出到去噶，所以你頭先咪不停話揾我影相，唔緊要。一陣間我係有好多機會同你一齊影相，好似我結婚咁樣咧，就逐批朋友帶上台影相。OK。你係要影到我張相，你先嚟得去依度噶，所以你放心啊！ Okay， 我今日一定會大家同啲朋友影相，亦都今日咁多藝術家喺度，你都可以同你影相，交流一下你想點為之做藝術啊！其實我係真係入行，我都要請教佢哋好多。今日多謝所有朋友出席嘅，多謝曬先。多謝 Jackson 嘅分享。不如我哋再俾多次熱烈掌聲，我哋今日主角 Jackson 話咁快咧，到咗我哋展出嘅時間啦。